动作巨星 Bruce Willis 主演的虎胆追凶，是改编自1974年 Charles Bronson 的猛龙怪客，同旧版不同。新版本讲 Bruce Willis 本来是一个急症室医生，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是外人心目中的好好先生。点知有一晚，三个贼人入屋行劫，混乱间贼人杀死 Bruce Willis 的妻子，而爱女亦都惨变植物人。Bruce Willis 寻求警方协助不果，搞到愤怒值爆表，决定自己去报复。We're close, pal. You killed my wife. I don't know anything else. I believe you, Joe. So you're not gonna kill me? No. Jack is. Paul, you're not a cop. Somebody has to do it. 一开头，佢连枪都唔识揸。到慢慢享受做城市判官 ，Bruce Willis 以暴易暴，只要是有罪犯的出现，他就会亲手解决。是芝加哥呢个罪恶城，他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打横行呢？除了看虎胆追凶，还可以看 Bruce Willis 经典作品《虎胆龙威》1至5集，立即下载 HMVOD 登记免费试用1个月，感受下虎胆本色。